好，现在我们来继续学习关于鱼的小知识。那现在有一个小问题来了，鱼能听到吗？Can fish hear? 啊，读一下这个小文章。They sure can. Fish do not have ears on the outside, but sound vibrations travel through the water to the fish's internal ears. Fish have lateral lines, a row of scales along their sides. From their heads to their tails, there are special cells under these scales, which transmit vibrations to the brain. These help the fish to detect objects, including predators and prey. 嗯，好，现在第一句话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Can fish hear, right？那第一句是什么？They sure can. 对，肯定能，是吧？嗯，但是呢，Fish do not have ears on the outside. 我们知道，ears 是耳朵，是不是？outside 呢？外面。对，所以这说明什么？它不像我们一样有外耳朵，鱼。所以鱼的耳朵其实是在身体里面，没有在外观。我们接着往下读，你就知道了哈。来。But sound vibrations travel through the water to the fish's internal ears. 哦，它真的有内在耳朵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Vibrations，它的单数是 vibration，是什么意思啊？回音？就是其实 vibration 就是震动，嗡，比如说你的手机嗡那种响，它。什么种声音都是震动给弄出来的吧？通过震动来传输，就是再传输到我们的耳朵里，是不是？Travel through 就是通过震动，哎。Travel through 什么呢？水。对，通过水来到达，鱼的 internal ears。internal 是内部的意思，哈，内部的耳内朵。部的耳朵哈。看这一句，Fish have lateral lines, a row of scales along their sides. 好，鱼呢有一个。侧线，它叫侧线哈，也就是一排鱼鳞，在它们的身体的侧面，这个 lateral lines 就叫侧线啊，就是指鱼的侧线，along their sides 就是在它们身体的侧面哈，好，这一句，From their heads to their tails. 也就是说，从它们的头部一直到尾部，是吗？Heads，头。它是复数，它的单数就是 head 啊。Tails，尾巴。tail 是单数哈。好，There are special cells under these scales, which transmit vibrations to the brain. 这些特殊的 special cells 就是特殊的细胞，是吗？特殊细胞都在那些鱼鳞底下。哎，都在这个这些，都在这个下面哈。鱼鳞的底下。哎，他们通过那个什么呢？通过这条线来传输。我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鱼鳞的下面哈，鱼身体的侧面，transmit。是传输的意思啊，transmit vibration 是什么意思啊？把那个传输振动，比如说这个振动通过，把那个震动呢，其实震动传不到大脑，其实呢，只是那个信息关于那个震动，那个信息会被发到大脑。对，我们产生的振动。通过空气是不是传送到耳朵里？是这样吗？鱼好像就是通过这条，这个叫 lateral line 啊，侧线来传输这个，
震动到他的哪儿啊？到大脑大脑是什么？，brain。对，用英文讲就是 brain 啊。好，读一下最后一句。These help the fish to detect objects, including predators and prey. 好，detect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点像发现。对，你要捉迷藏，就是说有一个侦探来寻找，他要 detect something，是不是？要找到哈，object 呢是 object 复数，也就是目标，发现你的目标是吧？这个包含什么呢？就是 including 包含哈。这儿有两个单词，你来念一下。Predators, prey，Predators，什么是 predators 呢？就是吃别的动物的动物。对，猎杀别的动物的动物。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猎人，进山去打猎了，那我们是可以叫我们自己 predator，是不是？那个好像不能，因为猎人也吃菜呀。哎呀，我们也可以叫 predator，我们就是猎手嘛，是不是？好像狮子和老虎才是真正的，因为它们只吃肉，只吃好别的吧，动物。那狮子、老虎我们知道，比如说。如果狮子来捕杀一只羚羊，那它们两个里就有一个 predator 和 prey，谁是 predator 呢？狮子、对，prey 呢？羚羊，对，就是狮子是猎手，那个羚羊是猎物，也就是 prey 哈。好，把这两个单词再念一下。Predator, prey。猎手和猎物哈。好，今天我们学了真的是不少关于鱼身上的知识，是不是？现在我们就知道鱼是通过什么来听到了，对吗？鱼是用什么来发现东西或物质？用什么？用那些特殊的细胞呗。也许吧，鱼鳞底下的呀。不，他用他那个叫 lateral line 来。detect 这个 vibration 嘛，来发现那个震动，只不来过传你，输这个信息到他的大脑，是吗？好，今天就到这儿吧。